鸭蛋子，舒服不小鸭蛋子？哎呀，行，这手干啥呢？小熊，小熊，小熊 ，Emily 踢了吗？我找不着他，看你妈！哎呀，看着看着，嘿，我们继续，啊？妈妈，但你看不着我吧？我能看着我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小心小心，不，别拍了，后面有石头，别踩了，给他受伤了。你现在是咱们家的宝啊，看你妈大宝贝。是吗，宝贝贝？对吗？嗯，这三百块。我爱会吓傻了。这是那个 ，The Cousin King， 就是那个，应该是叫什么总理。这个 ，His mother seated， 这是妈妈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姐姐 ，Jenny。因为他最后应该是跟他姐姐在一起住，他姐姐来陪他，好像还是当他的，还是当他的秘书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会看。那我们这么的走动一下呗，那不能这样子走吧？那你应该怎么走？你这样走，我们感觉像三个人合体一样，三体嘛，就是。哎呀，看你妈！好了，骑完了，走了。啊，你骑完没有？哎呀，好了，你骑完没有？哎呀，下雨了，又下雨了。上次咱们来的时候就下雨是吧？有点上啊，行。哎呀。这个景色啊，哎呀，真下雨了，真下雨，这个景色很美啊，但是感觉到这个今年的感受不太一样，是吧？有这个臭鸭蛋子来了，娃娃啊，小宝贝贝，娃娃给你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刚才那老娘又哭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爹弄，又我弄的啊，你爹的是讨厌，说点事实，你老娘就无法接受，那就忽略了。我们谈下一话题。哎呀，这个景色真的是很美的。哎，小熊宝宝，好多人跟他。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那几个老外也在跟他打招呼，是吧？哎呦，我娃娃可是到哪儿都是让人注目。而且你也说了，这个渥太华这边的民风比较淳朴。大家都比较 nice， 比较热情啊，很好客。我一开始没有去多伦多的原因，也是这么多年都没去，就是我感觉到多伦多人比较 cold。哎，不能这么说。是的，风格不一样。不是，它是因为它城市太大了。哦，也是。城市太大，大家都太忙了，节奏太快，生活节奏。你越到那种小地方，节奏越慢的，还跟你家长里短唠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的。你意思就闲的呗？很正常。哦，好吧。人的感情是要时间来维系的。哎，这个对。你都没时间，你拿什么维系感情？这是对的，可以的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family time 很重要，要把时间放在家庭，家庭就很幸福。爸爸跟自己说。我们跟好的，走了，听着没有？哎呀，咋整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等我们一会儿啊。嗯。咋整？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集合了，我们集合了。咦？什么呀？这个地方是，这个石头是1937年的，然后是包含了加拿大和英国两个地方。Mantle 就是它这个上面这个台子，就这个台子是 House of Commons 是什么？众议院。对。众议院发言人的东西，然后底下呢是他妈妈的 grandfather。哦。妈妈这边的 grandfather 就是太老爷。对对，太老爷的，太老爷的那些地方。墙是法国人的那一墙，就证明是魁北克这个省支持他的统治，支持他的和管理。这个是当年他想建自己的这个，在这个地方建他自己的 house 的时候，就想建这么一个玩意儿。他觉得这个形状很特别。